大家好，我是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转眼之间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社区呢是克拉哈尼社区。那么克拉哈尼社区呢，它创建于20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个规划比较成熟、服务设施完善、配套齐全的社区。它是位于呢西雅图和贝尔维尔以东的圣马米斯高原，从社区呢到这个405高速公路大约有8个英里的路程，处在伊萨夸和史马米西两个城市之间。那么人口情况呢，这里拥有居民呢11200多户，人口总数呢在29000多人，房屋销售的中间价呢在90万左右，一套1000平方英尺的公寓呢售价大约在50到60万之间，一套2000平方英尺的独立屋呢售价在11130万左右。这里呢户型还是比较齐全的，类似的独立屋啊、townhouse 啊、公寓啊都有，其中大部分为独立屋。社区内呢还有2处专门用于商业出租的公寓群，这里自住房的比例呢约为65%，出租率呢在30%左右，白领阶层占93%，蓝领阶层呢约占7%左右。那么居民的平均收入呢在12万左右。克拉哈尼呢属于伊萨夸的 school district， 社区内呢有2所小学和1所中学，小学呢是 Endeavor Elementary School， 另一所呢是 Challenger Elementary School， 中学呢是 Beverly Elementary School， 然后高中呢是 Skyline。 这些学校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学校，在排名啊以及这个反馈上啊，家长的反馈啊，评分呢、啊、都很好。克拉哈尼社区呢是2016年呢正式呢被规划入 City Sammamish。 Sammamish 是东临 Lake Sammamish 南北走向的一个狭长地带，克拉哈尼呢正好处在呢这个地带的最南端，距离史马米西中心区域呢相对较远，而距离这个历史悠久的伊萨夸老城和这个仍然在扩大和完善中的伊萨夸海兰的呢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周边地区呢商场、餐厅、银行、电影院、游泳馆、健身房、酒吧还有这个图书馆呢、公交车转换中心等各种生活娱乐设施呢都很齐全，像 Costco 啊、Home Depot、Fred Meyer、QFC、Safeway 啊、Best Buy、Starbucks、REI 等呢一些大型的连锁商店呢，在这里呢，是一应俱全。在这个社区的两端呢，各有一个供本社区居民使用的游泳池。东南边的呢是夏季使用的 Mountain View Swimming Pool， 然后西北面那个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的，是 Lakeside 的 Swimming Pool。这些呢都是费用呢都是包括在这个每个月的 HOA 里面的。如果想游泳的时候呢，只要能证明你的住址，或者呢输入你的密码就可以进入了。非常方便。同时呢社区还提供游泳和网球课程，社区内还有棒球场地，像足球场地、网球场地、羽毛球场地、篮球场地等等都有。社区内呢徒步行走的线路呢更是多得让你走不完，在家门口就能满足你徒步旅行的需要。其中呢环绕那个 Yellow Lake 的 trail 呢全程是 1.25 英里，很受附近居民的喜爱。那么 Yellow Lake 呢位于社区的中心，有观景码头和步行道，一年四季呢都有野鸭子在观景台下等待喂食的人们。另外呢从紧邻社区的东侧呢穿过伊萨夸 Four City Road， 就是远近闻名的山地车训练场地，可以满足从专业骑手到普通娱乐骑行的不同需求。到社区外的 Beaver Lake 呢也有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钓鱼时船只下水的地方。
到湖对面的 Beaver Lake Park 呢，则需要从另一侧绕行过去，不过也很方便。Beaver Lake 那个比那 Yellow Lake 呢要大很多，在那里呢可以钓鱼啊、划船，因为这个湖呢在居民区内，所以不允许有发动机的船只使用，因此呢，这里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湖，非常适合休闲娱乐。另外一个呢比较近的呢，还有 Lake Sammamish State Park， 这个距离呢克拉哈尼只有5英里左右的路程，大概10分钟的车程吧。Lake Sammamish 呢，是 King County 的第二大淡水湖，仅次于 Lake Washington， 就是华盛顿湖。它的南北呢，大约有13公里那么长，东西宽呢2.5公里，最深处呢达到32米，非常适合划船、钓鱼、游泳、野餐等休闲娱乐活动，是周末的好去处。如果你喜欢爬山呢，那么住在这里还是很方便的。像附近的 Poopoo Point， 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是观看这个滑翔伞运动的好地方。还有像附近的 Mailbox、Little Shy、Mount Shy、还有 Snow Lake 等等呢，也都在呢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克拉哈尼社区内就有购物中心和医疗办公室、银行、餐饮、杂货店、服务站和星巴克等服务部门。克拉哈尼呢是一个多样化的社区，齐全的设施和优秀的学校体现了典型的美国西北部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受人们欢迎和爱戴的居民区。那么关于克拉哈尼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谢谢收看。